不，对啊，那是他的那个胡子啊，那是大树公公的胡子，他的气须，哦，他的胡须，哦。那以后你也要长胡子吗？那他要剪头发吗？有那个有人会帮他剪啊。啊，清洁工会帮他修剪啊，不然会长太多啊。太多了吗？台风天之前他就会来剪了，这样树才不会被吹倒。哇，又换人了，赶快又排队。哇，你看就是这样，脚踢出去，哦，收回来，踢出去，收回来，哇，又是一个高手咧。哇，咻，依依都在那边睡觉，你怎么都用荡秋千睡觉啊？哦。叫妈妈，妈妈叫我起来，我说我们要起来。啊，很爱睡觉。咻。是啊。冲冲冲！一一战士。这个是亮晶晶的剑。哦，好，换人了。你看他很厉害啊。对呀，好，踢出去，哦，又收回来。咦，你看那个姐姐的脚是怎么用的？